由咱副董事长、咱贵副董事长以及咱的干事吼，来率团陪同做伙吼，听完今仔日的路程吼，感谢我们台商法人台北服务室，我们郭副董事长郭成忠郭副董事长以及郭志良监事、詹宪雄监事，辛苦了。今仔伫咱表情的这就是朝天宫妈祖无价情的宝贝。要来甲咱的葫芦丝观音佛祖，啊，甲咱的文尊神来禀报，咱的绕境路关拢已经行完了吼。多谢咱的宝贝啊，咱宝贝啊，咱今仔日也辛苦啊吼，一卡两只卡，拍档金声孙开锣鼓，金声孙开锣鼓，伫咱。清朝同治五年，清同治五年，由咱北港在地咱的老师范所创立的咱的金声孙开锣鼓，作为咱北港朝天宫妈祖菩萨出巡绕境的时阵，演大节的开锣鼓阵头，听到咱北港的开锣鼓，就代表着咱的妈祖就伫咧到位，掌声欢迎！金声顺开路鼓，这是保存超过150年，咱的传统的优良的表演团队，这是咱北港金声顺开路鼓。